先生，怎么了？你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吧？啥日子？今天是老师给学生考试的日子。你都准备好了？嗯。好，你把这些收拾好，我去准备。嗯。 余浩明，到。考试马上开始，请做好准备。学生准备好了。嗯。两寸香的时间，把女骨摆正，摆好。全部摆正摆好了，5分。剩5块骨头，4分。 剩10块骨头，3分，开始。 啥呀？云鹤鸣啊，云鹤鸣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刚才我说全部摆正摆好了是5分，现在我宣布，你得了6分。为啥？你想知道你为啥得6分吗？啊！早年咱爷考咱爹的时候，在里头放进了2块兽骨，咱爹就奇怪了，这人身上。 一共206块骨头，咋就多出了2块呢？到了咱爹考我的时候啊，也放进去了2块兽骨，我呢，就把兽骨当成人骨摆进去了。现在到了你这时候，你看，1块都不错，这多出来的1块骨头，硬是让你给剔出来了。这两块骨头有啥区别呀？哎，当然不一样了。 这兽骨跟人骨好区别，人骨跟人骨就难分了。可是你把它区别的清清楚楚，所以啊，6分。<笑>我刚才还想呢，人体一共206块骨头，为啥就多出来1块呢？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弄错了呢，是那个箱子里头的呀。哎呦，<笑>该打该打，鹤鸣啊，我跟你说啊。 这社会上的捏骨先生，有的会用药，但不懂手法；有的呢，懂手法，但不会用药。咱郭家的独到之处就是药物跟手法并重，相辅相成。这药呢，咱家是祖传秘方，可以一劳永逸。这手法呢，可是代代都要过硬的。这就是咱郭家为啥祖祖辈辈都要摸骨头、靠手法的原因呢。哦，那我明白了，先生。 以后，咱的子子孙孙都要摸骨头，靠手法。对。
困了，该睡觉了。真想你爹，金妈，我也要看。看看弟弟。咦，好玩吗？宝玲，您看给这孩子取个啥名字好啊？我哪会起名啊？你是当爹的又识字儿，你给起。哎，我看就叫他郭继远吧。 纪远是啊，怎么讲？啊，纪呢，是济世救人的意思。咱是医生，这是咱的本分。远呢，就是范围广大。纪远两个字合起来，就是希望这孩子将来的医道医术能够超越祖先，有更大更远的影响。好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。那小名呢？小名，您给起吧。我起呀。 要让我给起呢，我就给起个宝。你想啊，咱们郭家的长孙能不是宝贝吗？<笑>是是是，宝。哎呦，你看他愿意听这个宝。<笑>宝。爹，我叫啥名啊？你叫巧巧啊。嗯。那大名呢？大名叫郭巧巧啊。 那为啥弟弟有两个名儿，我只有一个名儿啊？<笑>你孩子叫不叫大名儿？<笑>你呀，你是大名连着小名儿。<笑>哎，你爹要是活着，看见这么大的大胖孙子，该有多高兴啊！哎，是啊，花娘，今年是爹的三周年忌。 国家又添了一位新人，我看，咱把白玉药王赎回来，再把爹的忌日好好操办一下，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，您看咋样？好，再唱上一场大戏。还有呢，还有一件大事呢。咱们家巧巧今年7岁了，该送她上学堂了。你孩子家上啥学堂啊？ 一山不孝，叫您牵挂。三年了，孩儿一刻不敢释怀。今天，白玉药王终于又迎回咱家了。爹，您请上座吧。儿，请您看戏了。 郭一山也得让我好过喽。哎，哟，这怎么躺个人呢？哎，哎呦，这不是石老头吗？这腿上还有伤呢，是不是摔着了？石老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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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老头。
仙堂是我。你咋的了？仙堂，救我！啊，史老头，你咋的了？这是遇见歹人，大劫。仙堂啊，他爹，你怎么不救他呀？啊！仙堂，仙堂，救我！慢着。放鞭炮，戴红花，抬花轿，背着媳妇儿看大戏喽！我结婚了，一川结婚了，我有媳妇儿了，我请大家吃花生。我有媳妇儿了，给。哎，他爹，你咋不救他呀？啊？救啥救？我又没带药箱，你刚才没听他说有人打劫吗？走。哎呦，这史老头也真是的，你说他家闺女嫁给有饭吃的人家不就得了，非得打官司，打得六亲不认的，这下好受了。哎呦，真是可怜，要不给他送回郭家吧。你说啥？啊，我没说啥呀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是说把他送到郭家不就行了。没错，把石老头送回郭家。哼，按辈分，郭一山还应该叫石老头一声老爷呢。石老头现在这样，他郭家郭一山能不管吗？这石老头闹着跟人家打官司，就是送回郭家，人家也不会管他呀。管，一定会管。哎，兄弟，这儿。郭先生，马立奇来了。马先生，对啊。哎呀，真是稀客呀！来，马先生，里面请。郭先生啊，这位是我的朋友，白马寺的宏远法师。哦，久仰。阿弥陀佛。啊，来，请进。郭先生，今天我来是向你贺喜的。祝贺你喜得贵子。谢谢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今年郭先生就是34岁。马先生好记性啊。不是我的记性好，因为咱们是同岁，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，咱们都是属羊的。是，午马未羊。来，快请进。啊，大师请。郭先生，我问了银匠师傅，他说把这个锁戴在孩子的脖子上，就会把它锁住了。而这两个银手镯也是拴的意思。啊，其实我认为你们中国人很有意思，让孩子披甲戴锁，扮成罪犯的模样，就是为了孩子能长大成人，长命百岁。我把这些送给你的儿子，祝愿他的身体健康，长命富贵。哎呀，谢谢。来，快屋里坐吧。好，是啊，请。哟，真乖哟。这是坑，这是井，蛤蟆肚往里拱，拱拱拱拱拱。慢点。郭先生，谁喊郭先生啊？请问郭先生在家吗？这是郭先生家的亲戚摔伤了，我们把他给送来了。爷，他病得很重，还发着烧呢。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是郭家的亲戚，是你们镇上的刘先生告诉我们的。
你们在这等着啊，我去找人去。快点啊！哎呦，这不是石老先生吗？肯定又是去县里告郭家了。看，又挨县太爷打了吧？砸得不轻啊，骨头都碎了。郭先生，你怎么知道是砸的而不是压的？啊，压的皮不会破，骨头一劈；砸的就像这样，皮会破，骨头一碎。不过不要紧的，我给你贴敷膏药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啊，我买了一个鼎，法师说是周天子祭祀用的礼器，上面有字。我想让法师认认是什么字，不小心就被砸了。哎，肯定是压的，鼎并不重啊。法师不但研修佛理，还研修甲骨学。哪里啊？甲骨是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殷商文字，而周鼎上的文字又晚了一代，学界称之为金文。贫僧谈不上研究，只是喜欢而已。哦，先生，先生，哦，对不起，稍等一下。什么事？我爷又来了。啊？哎，快去叫贺明来！哎，快！嫂子。哎。先生叫您呢。有事儿啊？有事儿。好，花娘，我去去就来啊。去吧。哎，亲妈，我也去，好好好，我也去。来来。哎呦，呦。哎，我爷他又来了。啥事儿？他咋又来了？何明啊。前年虽说他官司打输了，可咱不是拐弯抹角的周济他了吗？咋着他又想闹啊？不是，他病了，看那样好像还摔着了。人家以为他是郭家亲戚呢，就送到门口来了，现在还在那儿躺着呢。得了，我先去看看，你们先待着。伤得不轻啊！哎，于先生来了。在这儿闹了，你看这回还得人家救他了。哎，发烧了，你赶紧进去把先生叫来，给他治病。只兴他不仁，不兴咱不义。你去拿个担架出来。哎，等会儿，不许告诉你姑啊。哎。二位啊，辛苦你们了。哎。一会儿中午就在家吃饭。哎，不了不了，家里忙着呢，还要赶紧回去。我们一听是郭家的亲戚，就赶快送来了。我们也不知道这么复杂，你看这是啥事吗？这是这是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谢谢谢谢了。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。哎呦，先生来了。担架啥的，还发烧呢。上担架，快点快点！来来来，搭把手，搭把手。来，慢点啊！搭把手，慢点慢点慢点。干嘛？哎，疼死我了！哎，慢慢慢慢慢，小心点。好，慢着点，慢着点。好，走吧，慢一点。哎呀，你们要是不愿意进去吃饭，哎呀，来这个拿着。啊，这这不能要，不能要。吃吧啊！来来来，拿着。哎呀，你客气啊，太客气了。少吃啊。公公公公公，小铺底儿盖的啥？小盖底儿灯的啥？花奶奶，花奶奶，小轱辘啊！谁来了呀？那个老头。啊，什么老头啊？就是跟你吵架的那个老头。巧巧啊，陪弟弟玩啊。嗯。哎呦！啊！何明啊，他还有些发烧，拿柴胡退烧汤来。嗯，这个给你。
贺明啊，是不是那死老头子又来了？我得让他走。哎哎，花娘，他腿摔断了，还发着烧呢，我这就给他熬药去。不行，你不能管他，烧死他才好呢，死都不能让他死到咱们这儿，让他死到外面去。哎，花娘啊，他是病人，咱是先生，有一分希望就得给他治疗啊。贺明啊，他闹哄咱们郭家一辈子了，告了咱们父子两代人呢，咱郭家对他咋样啊？救了他的闺女，让他的儿子娶上媳妇儿，现在还管着他的孙子呢。咱们郭家对他一百层，他对郭家丧良心呢，这都是报应，你知道吗？不能管他。哎，花娘，他今天不是来闹事儿的，啊，治病救人是咱做先生的本分。行了，我不管他，不行。哎，我哎呀，行了，你别闹了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对不住对不住，二位久等了，来坐坐坐坐坐，啊坐，好，坐。今天啊，是家父的三周年忌日，又恰逢犬子百日，所以请了一台戏班子热闹热闹。嗯，是谁主演？哦，是当红名旦陈若玉。那肯定是考红了。哎，正是啊。法师，您今天就破一回戒吧。欣赏一回陈若玉，我可告诉你，中国的戏剧那真是狡猾的利器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比你的阿弥陀佛作用大多了。阿弥陀佛啊，谢谢郭先生，贫僧告辞了。哎呀，法师走了，我还能在这儿听戏吗？郭先生，法师走了，我也只好告辞了。哎，马先生，您就留下来看看吧。难道马立奇先生也害怕我们河南的当红名旦陈若玉啊？我可不这么认为。事实将证明，马立奇的神经要比宏远法师结实得多。阿弥陀佛啊！哎，哎呀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啊，今天呢？大家都是为老郭家高兴，是吧？对。这老郭家今天所经历的事儿，这些事儿咱就不提了啊！我不说呢，大家都知道啊。可是老郭家对乡亲们的好处，我不说，大家心里都比我清楚，是吧？现在呢，是老郭家呀，时运好转了啊，喜添贵子，好，药王爷也请回来了。我们大家都高兴吧，啊，我想呢，请大家都站起来啊，好吧，啊，我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快起来。这个给已经驾鹤西去的郭老太爷道喜啊，来给郭老太爷道喜，恭喜恭喜啊，为郭一山先生的家庭兴旺一道通天及全家道个喜，好吧，来，恭喜恭喜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了，都坐下坐下坐下啊，都坐下。今天老郭家呢，从城里请了些名角来给大家唱戏，我呢也想露两手，给大家变个戏法，好吧？好，好。日头出来一盆花，照到平乐老郭家，云中嫦娥生贵子啊！哎，乐的药王爷喜八叉，这个叫跳加关。在正戏没开演前先跳上一阵，也算是戏帽，取吉利的意思。这个日头出来两盆花，东照西照到郭家，郭老太爷升仙走，命我灶王去得马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看我一个人耍了，还是看明君给大家唱戏了吧，大家欢迎欢迎，欢迎。哎哎哎，
请请请，欢迎。媳妇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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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媳妇儿，肯定是看气去了。哎，玉川，大嫂，川花娘，这是我媳妇儿。川，快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！你我媳妇儿，坐下，好好看戏啊！我媳妇儿，坐下，啊！我媳妇儿，这是我堂弟，跟孩子似的。媳妇儿，快跟我回家。他爹，快坐着看戏吧，人家请咱看戏呢。请咱看戏，就安排咱们坐在台阶上呀。刘先生，他干嘛呀？吃啥呀？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呀？走，走。快！他爹，人家郭家添喜事了，搭戏台啊，请戏班子让乡亲们看戏，乡里乡亲都去了，就咱家不去，多不好啊！我还想看戏呢。花儿，真想看戏啊？嗯。好，等爹给你爷爷报了仇，爹花钱请戏班子，让他们连唱三天，让你们看个够。报仇报仇，一天到晚就想着报仇。行了，走。刘先生，没去看戏？看什么戏啊？哼，郭家请看戏还自带板凳，真不是东西。先生，先生，这郭家怎么走啊？郭家？对，就是那个郭医生啊。啊，那边，那边，那边啊。嗯、不对不对，郭家在这边呢。还是这边？那边，那边，那边。他爹，郭家在这边，你怎么瞎指啊？哎，这边。花儿，快快快，快走，快快快快，来来来，前头呢啊，这边。谢谢大嫂。快。让让让让让让！哎呀，快快快，忍着点啊！快点快点！哎，到了到了到了！哎呀，大爷，郭先生在吗？不在，往西走，在戏场。哦，先抬进去，先抬进去。走走，来来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快快，好，忍着点啊！马先生，你看过这梆子戏没有？头一次，但是我在北京非常喜欢京剧。啊、哦、这个叫什么啊？这叫梆子戏。对，梆子戏、啊、也是非常优秀的剧种。嗯嗯，唱腔优美，表现力非常强。啊，是啊是啊。郭先生，郭先生。郭先生，谁是郭先生？谁是郭先生啊？郭先生，我就是啊。啊，郭先生，郭先生。哎，这我爷爷带着我爹我叔去挖窑洞，没想到窑顶塌了。郭先生，郭先生，求求你救救他们啊！快起来，在哪儿？现在在您家里啊。好，快去吧。哦，对不起，马先生，您先看戏啊。花娘，快走，我去一下啊。哎，哎，别停啊，别停啊！郭先生瞧病人去了，老少爷们儿都在这儿，接着演，接着看，唱吧。哎，大家坐下，坐下，坐下啊！
接着唱，接着唱啊！好好好好，忍一下，忍一下，忍着点，就快好了，忍着点，忍着点，稍微忍着点，爹，忍着点，爷爷，忍着点，马上就好了，我来，没事没事，忍着点，来来。先生，救救救我！我快不行了，求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再忍一下，我马上给你治，马上给你治。先生，你别走！哎呀，我疼，受不了了！哎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何明，把绷带拿来。好，忍着点啊！哎，就快好了。忍一下，忍一下，马上就好了，马上就好了啊！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马上就好。我就说呀！哎，老乡，老乡，郭家医院怎么走啊？医院？没有医院的。哦，郭一山的医院，正骨的。哦，郭一山的，有，正骨的。在哪儿啊？就在前面那个大门楼。哎，那边大门楼。就那大门楼。好的，好的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好好。开车，开车。漂亮，你看看，哎呦哎呦，他刚才啊，他问我说医院，还真把我给问着了。是啊，是啊。你先照顾他一下，我去看一下另一个病人。叔，忍着点啊，很快就好了，没事啊。何明，快拿毛巾来。哎。郭先生，哎，马先生，你咋不看戏了？不看戏了，我来看郭先生妙手回春。你瞧，我给你带了一个小病号。哎，今天是我爹3周年的忌日，你看我忙的连客人都顾不上了。我都遇到过好几回了，我家啥时候有事啊，啥时候病人准多。哎，何明，快照顾一下孩子。哎，好，我来，我来。这还疼吗？哎，疼。好的，我马上处理一下。哭啊！这就是对老人家最好的纪念嘛。嗨，家事永昌。哎，你先进屋喝茶，待一会儿我就过去啊。好，哎，好，好，忍着点，忍着点啊。走走走，走开，走开！不让你。郭一山先生在吗？郭一山先生在吗？你有事吗？哎呀，洛阳城防司令的女儿被马车撞了，腿断了。我跟你说，郭先生必须立即跟我进城。你现在让他收拾收拾，马上跟我走。那恐怕不行啊！您看，这儿有这么多重伤呢，摇塌了。那可是程司令的千金宝贝担子，我跟你说啊，出了事儿你我可担待不起啊，啊，知道吗？哎，快快快，让他收拾东西，赶紧走啊！哎呦，不行，老总，老总，这一个一个还流着血呢，您看，求求您了。是啊，求求您了。你看，老总，肋骨都断了，很危险的，我把他们治好再跟你过去，行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不行。我跟你说，我是程司令的参谋，我知道事情有多急。我告诉你啊，司令性如烈火，要真出了事儿啊，咱俩可都担待不起呀！你快点走吧，你。那这些人呢？郭先生，我劝你，还是进城给司令的千金治疗。嗯，哎呀，对对对，你说的是啊。等一下，来，躺下。老百姓人多的是，死了几个也没关系，但是司令只有一个，你可惹不起。我听说司令的脾气很大，
万一他找你的麻烦呢？哎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要不这样吧，老总，先生就是去了，也不知道该带啥药啊。是啊，你不是开着车来的吗？那个洛阳离平乐也不算太远，才十几里路，你把孩子带来，这样不耽误事儿，行不行啊？啊？就是司令也会同意的。老总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快去吧，晚了出不起呀、啊。大爷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快去啊！老总，快把孩子带过来。哎呀，先生，你看那个病人咋办？好好。云先生，这只善变。哎呀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哎呀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哎呀，你快快走！哎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戏了啊！司令，过来人！是，快快快快，这边，快点！妈，哎呦，小心，来这边，快点，快快快！来来来，不哭不哭啊！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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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快点快点，来这儿，这儿这儿这儿，快点快点，往这儿走，这边跟我来，来来来，这边。慢点，慢点。来，不哭啊，乖，乖，别哭，别哭啊。来，把孩子放到炕上。来，我来。孩子是怎么伤的？午饭以后，雅倩骑自行车去学校上学，路上一匹拉布匹的马惊了一下，把孩子撞倒，马车正好从孩子的腿上压过去。哎呦天哪！没事。这个混蛋，我现在已经把他关起来了。放心吧，关起来了。关起来有什么用？好了好了，先看病。郭先生，您看看吧。啊，到家了。就请司令太太放心，啊，孩子伤了是要受点罪，不过我保证一定尽心尽力，不会让孩子落下啥不好的。啊，那就先谢谢先生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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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孩子，不哭不哭啊，乖，妈在这儿，马上就好了。何明，你去拿夹板，带绳带子哈。乖，马上就好。司令，我在外面等着啊，去吧。好，一会儿就好了啊，不哭，我马上给你治啊，不哭不哭。听话啊。真是一看就。司令，哎，司令，您还是先到车里歇会儿吧。哎呀，这里我来盯着。过一会儿就了。车里休息休息。别去去去。听话。哎呀，不哭啊，不哭，坚强啊，老程。别急，程太太不要紧的，已经好了。你们送来的很及时，骨头接上了，伤口也处理好了，不会有什么大事的啊。我再去给他熬些止疼的药，谢谢，喝下去就没事了。好，快去。啊，谢谢啊，没事了。乖，孩子，孩子。啊，程司令，请，请。程司令，程太太，我的意思呢？孩子要在这儿住上几天。雅倩是小腿骨骨折，需要静卧休息，最好不要动。再说还要服药。俗话说十伤九病，这么重的伤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中药调养。啊，只是寒舍的条件不好，让您的千金受委屈了。哪里啊，郭先生，我们给您添了不少麻烦。啊，这是我们该做的。郭先生，来。郭先生，
孩子会不会落下什么残疾啊？为什么要孩子住下来呢？就是怕这个。你是说只要住下来就不会落下残疾？根据现在的治疗情况，我保证孩子不会落下啥残疾。好，郭先生，病人来洛阳三年，对郭氏正骨早有耳闻，是不幸小女受伤，是有幸今日相逢，今天我就把孩子交给先生您了。您太客气了，郭先生，您看要多少钱？程司令，您可能只听说过平乐郭氏正骨，可没听说过郭氏正骨收钱吧？从祖上传到今天200多年了，郭家从未向病人收过一两银子，这是祖传的规矩，一山不敢破。谢谢您了。郭先生，这看病收钱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您怎么能不收钱呢？郭先生，既然是祖上的规矩，那就谨遵为上。传我的命令，警卫班驻守平乐镇，保护郭宅。是。官兵另起炉灶，不准扰民。是。老程啊，你最近挺忙的，我陪孩子住这儿吧。批准了。另外安部电话，有什么情况我好向你汇报啊。好的，批准太太。